接球衣。喂，又不吹头发，你身体都不好，公司再好也没有用啊，你睡一下好不好？很热，走开。我不要。他提醒看你的那个眼神，那个就是对喜欢的人才有人，懂不懂？我不需要看到你在我面前受伤。安全带。怎么了？他没听到。